是黄土子嘛，这些都。这人只要天把子下，这就是靠天吃饭的。戊子年到戊子年、庚子年、壬子年的入水很好，收成很好。后来的收成是年不如日年了，不下雨了。 天未亮的清晨，丁建江夫妇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。怎么操？叫这个日发还个风渣渣。别说那炕给烧了嘛，我们做这个炕给烧了嘛，冬天就要这么弄啊。那农民人嘛，是早晨为好了就干活去，就不管事了。 高原上生活艰难，农民珍惜每样资源，物尽其用。秋收后的玉米梗，冬天成了驴子的食物。而牲口日常的排泄物，晒干后更是暖炕的好材料。 赶紧晒，晒干才能天干。哦，湿了不着。黄土高原气候干旱，温差较大，当地人也发展出有特色的饮食文化。
因应缺水环境，农民大多种植小麦、玉米等耐旱作物。秋收之后，为了方便储藏和食用，通常先磨成面粉，再制成各种的面食。行啊。宋兰熟练地揉着面团制作馍馍，这是农家妇女必备的家务技能。依循不同的做法，搭配胡麻、苦豆等在地香料，变化出油饼、花卷或者马蹄等食物。尽管馍馍口味有甜有咸，口感嚼劲也各异起趣，但浓郁的面粉香里蕴含着一整年辛苦劳动后的甘甜滋味。为啥要锁住啊？有时间，那些个小孩开，把这个脏土散到里面，你锁住它都可能搬不开。这三个柜子里面，这个柜子是面，那个柜子就放那些米，那个柜子就是装那些烂衣服。年纪不成了，啥也干不成了。那你怎么知道要放多少面粉？活多少面粉啊？哦，真我自个的，人多这个面倒好做，人少的倒不好做了。账我不说了，啊。61岁的张巨贵，年轻时患病失去了左眼，右眼也因为青光眼逐渐退化，40岁就近乎失明。冬至了呀！在这个眼睛看不见的时候，就好像黑眼昼夜啊，就像钻了黑洞的一样，似的就像没意思了。时间子长呀，也怪了，也不怪了。你已经看不见了，你怎么用？兄弟分家后，只剩下他一人过着简朴自立的生活。我念不，因为是眼睛看不到了，这前面放个东西，你都可就没有看着，或是脚碰。腿靠，哦，这是个东西，做事情不方便的，有自己干，有的来的看到你干活，帮你，有的你不帮，你还是自己干。
这些饭啊。嗯，要做啥？吃这个饭的味味呀、啊。不是饭嘛，有味吧。失去大半视力，张巨贵只能凭着微光独自克服日常生活的种种障碍，忍受一个人的孤寂，却也磨练出坚毅的志气。我在江做活做饭跟江活，凭我的自觉，凭我的自律性，走路凭我的感觉，凭我的自律性。现在的生活我很满，我因为是残疾人嘛，失去了劳动的能力，哎，生活很艰难，经济来源没有，也没有靠着的，也没有难过的。最近四十天吃饱了，不要吃药打针了，这就是我的福啊。冬天的田地荒凉干枯，放眼望去竟是一片无际的黄。保温保伤，哎，温度高它不在地里，明儿种上它肯发芽，又保伤，地里不是还不得干，哎，这个土它一下不得干，慢慢用事吵吵的。干的死汉子蒸发了，干掉了，看来这个堂堂土它不发芽，种上去。黄土高原缺水，气候严苛，农民只能以地膜保水的农作技术来提高田地的产量。为改善农民收成，靖远县政府在1970年代新建黄河提灌工程，陆续在引入提灌水的川区开辟灌溉渠道，扶持农民施种枸杞等经济作物。这个气你看，还要把这搅掉，上面的这个气间这个有气的这个都要搅掉，哎，这就是过去，像这掉的这地里的这太到。掉到地下了，果子坑烂的很，就搅掉了。但丁建江住在地势较高的山区，没有提灌水灌溉，辛苦栽种枸杞，却无法换来良好的经济效益。今年的收成收了干果1000斤，跟水的比起来，我就错的劲大了。水地里像这七亩的话，就能收入个10万左右，哦，我这才收入才个1万多块。这是此季第3次在靖远县举办冬令发放。在此之前，
援建水窖和移民迁村的计划已经在这里持续进行了16年。那就是今年，我们就通过入户访视、考察摸底，在大家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基础上，就确定了静安乡为我们今年的发放点。总共发放的是1904户，5725人。现在物资都已经调拨到我们乡镇了。来自台湾、新疆、四川各地的慈济志工，风尘仆仆在此汇聚。在发放前，与乡政府的同仁互动，培养默契。这是大的嘛，这是二女的嘛，这是儿子嘛，这个还小儿子嘛。这在哪照的啊？这我们真的照好的。这是前面那我在我上网上照好的。丁建江的父亲早逝，从小历经生活磨难。54岁的他有着提早老成的容颜。现在他仍奔波劳动，只为子女的幸福。是一个孩子嘛，两个姑娘大嘛，出嫁了，两个儿子现在念书嘛，花费都很大的，一年花下来得2-3万块钱吧，来生活费，不够再去心里是带嘛，再苦也心里高兴快乐，为了娃娃，为了孩子都要叫他成长，这叫快乐，不能像我这么一样样稀稀巴巴。苦苦辣辣的，给娃也要给点快乐感。除了孩子读书，还有年迈的岳父母需要照顾，医药费也是夫妻俩肩上不小的负担。爸妈身体很不健康嘛，经常病病滋滋，经常吃药，那你就是大包药啊。啥都疼你们，哄什么一点好的嘛。这回住院都要上了这么晚呢，住了20天。何许东阳融化了前日的大雪。上午9点不到，静安乡政府广场满是人潮，乡亲们结伴在寒风中骑着三马子陆续前来，而慈济志工与乡干部也加紧准备发放物资。听到三人的时候，你们就给我准备三人的东西，我们就跟我们走过来。男的、女的，然后幼孩子的，是个男，一个女，袜子，这是我的牙刷的。亲爱的甘肃省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慈济人抱持探望老友的心情，再次来到甘肃省，为乡亲带来一份温暖的关怀。虽然物资的帮助有限，但我们诚挚关怀的心情始终如一。刚刚那个印章的，红红的，那您要擦点油吗？对不对？帮你擦油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岁末年终，慈济人带来大米、棉被、棉袄等日常用品，物资虽然不多，心意却十足。大家新年好！九支，两男一女三位来，谢谢。还是两件半亲件，一共3件。你们自救的这农民挺关心的。农民也开心的，很开心。
我们静安乡呢，其中90%以上主要是山区。山区呢，原来应该说是生活条件是非常贫困的，主要是靠天吃饭的这种环境。我们身上的这个责任，我们基层干部的责任呢，主要还是让我们的老百姓呢，尽快的摆脱这种现在这种贫困的状况。面对严苛的生活，乡亲们并不埋怨，反而有着坚毅质朴的性格，还热切地回应外界的善意援助。还有回收，金子还金子，看咱还有金子。你们大家爱心太多了。挺感谢的呀，虽说是很少，也是我们一点的心意。我发现乡亲们他们其实蛮自愿，有的人口袋一掏他根本没有去算，其实我们是做一个小小的启发，但是他们其实让我更感动。他们已经生活不容易，但是他们还是拿出他们仅有的一些金钱出来，所以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感动。把这个血哦，砍了也可以倒放进去哦，完了就是。刚下的时候那个血干净了啊，谢谢。哦，你看，穿起来好帅，穿起来年轻了，77了，爷爷，快要成了小伙子了，成小伙子了，小伙子了。冬令发放结束后，慈济志工走进农村，实地踏访乡亲的生活，面对面的互动。您的哪些东西？三个羊舍，两双袜子，两包四分，两个毛巾。哦。还有就是那个衣服，在那个塑料锤装的，也没留过。留不来。对对，玩儿留也留不来，也开不来，儿子在打那的玩儿。哎呦，特别合适，今年过年就把它穿起来啊！穿起来，很好看哦，穿起来挺好的。因为感冒行动不便，张巨贵无法到现场领取物资。不过慈济人登门拜访，真诚的慰问关怀，也让黄土高原的冬天不再寂寞苦寒。来到看望我老汉，我老汉感到高兴，感到伤心落泪了。大风从坡上刮过，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。